大家好，我是阿珊，今天我想和大家介绍一下一隻运用算盘作为工具的右脑心算术。等我现在和大家介绍一下这隻包含了数理课程、心算游戏、活珠示范、试卷編辑功能集中于一身的教育软件，它就是脑力心算。拣选进入游戏之后，我们可以见到七彩缤纷的脑力村。脑力村里面总共有五个地点、九个课堂可以选择，他们都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教授数理知识以及心算技巧。不如我们就入去其中一个课堂看看啦。入到课堂，我们可以见到不同的卡通人物为大家讲解心算知识。大家在画面上可以看到有号码标记的选项，这些数字是代表了学习的先后次序。大家只要用滑鼠按下这些选项，就可以进入课堂的教学部分。另外，如果在课堂里面见到小灯泡出现，就代表现在是和课堂互动的环节了。这样就可以一边学习一边玩游戏啦。而如果大家按下左下角的小仓鼠，大家就可以选择其他课堂和这个课堂的说明的啦。听完老师的讲解，大家是不是很心急想试下课堂游戏，想挑战下自己呢？在脑力村里面总共有七种主题游戏，让大家加深对这个数理的认识和心算技巧的知识。咁大家事不宜迟啦，快啲入其中嘅游戏度玩啦！喺每一个游戏入边，我哋都可以首先选择游戏嘅难度。左下角嘅小仓鼠会为大家介绍游戏嘅玩法同埋控制噶。好啦，开始游戏啦，睇下我大显身手啦！完成啦！在每一个游戏最后都会有一个游戏金榜，看看我今次拿不拿到状元先。玩完游戏还想挑战一下自己？没问题，我们一起做一下测验卷啦。在试卷編輯器里面有六款题目给大家选择，只要根据每款题目输入选项，然后按制作，那就可以储存或者列印出测验卷和答案的啦。另外，如果想随时重温双手拨算的手势和方法，我们可以按下珠算示范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输入数字，又或者输入算式，电脑就会自动显示字数或者运算的详细步骤和说明的啦。另外，我们还可以列印、储存或者开启这些拨算步骤。讲了这么多，大家应该对脑力心算有更多的认识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有关的资料，又或者想知道多些仓鼠动力的产品，大家可以欢迎浏览到以下这个网址。时间都不早了，我都要继续回去训练一下我的右脑了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